Hey, where can I freshen up? Clairol Herbal Essences is changing shampooing from a chore to an all-out joy. Yes!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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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So is my car ready? It'll be a little while longer. Less risk, more color wonderful. Face and skin care. Skin whitening. Permanent hair removal. Skin rejuvenation. Genyip, be somebody. Genyip 美发美容瘦身集团，让你展现魅力百分百。
百分百活得更精彩，全新系列的魅力百分百呢又再次跟大家见面了。那这一系列的节目除了会更加精彩之外呢，我们的主持搭配方面呢也有了新突破，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佩芬。谢谢谢谢。嗨你好，我是 Yes933 DJ 佩芬，这一次呢能够和阵容大哥合作是我的荣幸，相信呢一定有很多值得我向你学习的，请多多指教，多多指教，大家多多指教。好，事不宜迟，我们马上呢出发到我们魅力百分百的征选现场呢，去看看那里的情况到底是怎么样的。好，走走。魅力百分百2006的征选活动在4月15号隆重举行，前四个系列的节目成功帮助参赛者瘦身，展开新生活的感人故事，引起许多人的共鸣。一大清早已经有大批征选者和他们的啦啦队驻守在征选现场，场面热闹非凡。魅力百分百已经进入了第五个系列，而每年前来参加征选活动的朋友有增无减哦。在过往的节目里头，我们也看到了那些成功进圈的参赛朋友在 Genie 的帮助下如何顺利的瘦身，并且整体性的脱胎换骨，成就更美好的人生。哎，我们现在就一起来听听今年的参赛者有什么话要说。Amon 这边我是最大只的咯，希望我会比较有机会吧。他们每次买美美的衣服我不可以买。你对你身体最不满意的部分不是跟我体重有问题，是跟我体型有问题，就是因为以前有比这样比现在这样瘦，比现在这样更瘦。虽然促使征选者前来参加征选的理由无奇不有，然而为了身边的另一半而积极想要瘦身的征选者还是占了多数。因为我男朋友讲我很胖，人家说除非我减肥，他可能会跟我结婚。我想美丽的结婚。你可以看到，因为我老公比较小只嘛，但我比较大只，走出去给很多人误会哦，说有可能是姐弟啊。